的话正常刷，刷一。他有这个野怪范围的，大概在这个圈，你看到没有？刚好在这个圈。我的 Q 的话给那个 A 下。我操！妈的，我 Q 这个，他就这个野怪直接飞过去了，有点抽象。 他这个野怪是我哦，对，现在惩戒是600点血，我有点健忘了，600点血可以直接惩，刚才打到400多，有点不习惯啊，有点不习惯。小的把他 A 死，他这个小的不太好拉野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 Q 到的话，他就会直接飞过去。 但是我也要飞过去，剩外那一点血没人打的。你看他直接飞过去了，还得让我来打。怪有点伤啊，刷野。虽然还有个惩戒，时间刚刚好。 刷的很快啊，现在还行吧。他这么嚣张吗？ 我靠，他太装了吧，哥们儿！你这上路都一空了，你还装？我不反他野怪了，我没有惩戒，反他野怪反太慢了，我直接双核泄了。这版本核泄经验比上个版本要多一点，而且可以减层数，你知道吧？ 他应该经验是比上个要多一点的，我记得。而且他的话，把下面这个刺他等会印记刷不了，他印记也刷不了下路，挺好的。这版本基本上都是速四啊，这版本，这版本刷野基本上都是速四，因为核泄3分34秒钟刷。 我在试啊，我在听你们试。我靠，对面打野先出攻速鞋的，这么野的吗，路子？ 他们打野下去了，给下路点个信号。下路不好抓，对面赏金加猫，这只能去越的。我选择先发育一波。啊，选择先发育一波。千珏在下路了，千珏。千珏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千珏，不该去的其实，因为我点了那么多信号了。 这波区就是给千珏拿人头的，不该去的。哇塞，这人跑的真快！他为什么有双招啊？这个人，我靠，这双招都在，我有点烦，浪费时间了。这卡琳肯定要R上来装的，你知道吧？
他不玩上来证明我这里有眼。帮男刀拿波线权吧，我马上六级了。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。啊，这不 Q 过去吗？我感觉这不 Q 过去好点儿。哎，死不了！他刚才闪现 E， 他用 R 赶路了，第一时间。他这不第一时间用耳赶路了，伤害好低啊！卡达丁，这英雄前期还是比较弱，换个别的可能都嘎了。刷的多呀，这把我这把刷了这么多。这个野怪用舌头攻击的。我的这个宠物用舌头攻击，我先惩戒进化了。哎，不对，还有意思，还有意思，再刷一组野怪。啊，已经进化了吗？哦，自动投喂了是吧？哦，它变大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惩戒变900了，可以对人使用了。造成69点伤害，真实伤害，减速2秒。哎，怎么又变成18了呀？圣山，任你一阵逃不过呼啸的龙卷。刚才不是20吗？怎么减了三？刚才是21啊，减了3层了，我操！他这把一层印记都没拿到吧？哦，他把先锋拿了。不是，这个宠物你红惩蓝惩都有，红惩蓝惩绿惩都有，每个宠物长得不一样。我身强力猛，神龙更胜一筹。每个宠物长得都不一样，效果也不一样。主动效果差不多，被动效果的话都不一样。这版本打龙也很快啊，不像上个版本，上个版本打龙很慢，这版本打龙很快。我先把神话装备做出来。心之钢加800生命值。他以为我要去干他，但是我这边卡丁在呀，坏了，我可能死了。闪现拉下，这波先去杀千珏可能好一点。哎，我把男刀给卖了，这波应该先杀千珏的。还有10层，还有10组野怪，差不多。
有这个点心的话，哎，别碰我野怪呀，我这有层数的呀，哥们儿。哎呀，你这个他有点耽误我的那个惩戒出来的，你懂吧？早点出来，早点有护盾啊，早点1200啊，这很烦啊，他这样吃。这版本你还吸我的血，有点不应该啊。减速。哇，不是，我打你一个闪现，我打你一个闪现，你还给我秀表情啊，哥们。这个怎么还没刷啊？我都拉脱了，也交惩戒了。这前脚玩的有点舒服啊，到处捡人头。出装不变啊，出装暂时不变。我下把试一下这个出装，下把试一下这个出装，然后转黑切，转黑切，然后那个影魔刀那样的出，试一下。感觉地面菜刀队的话可以出这个东西。这队友怎么一直在死啊？这卡丁有点离谱啊！这卡丁直接上去保诺手吗？这条龙，我立誓一次啊！这个投票的好烦啊！这个投票的。他们诺手来了，他们想接呀、啊。OK， 进化盾，我惩戒出来了，我现在有个额外的盾。有个盾保命啊，就是这个惩戒的一个作用，被动效果。不好打呀，感觉。好脸勾啊！灯笼呢？
没有灯笼吗？这不，这吸血鬼怎么这么肉啊？这吸血鬼，他那个装备不加法强啊，坦克抽的呀，他吸血鬼也做吗？点死他！一摸刀，一摸刀，对面猫也是 AP 啊，对面猫是 AP 猫，不好做事呀，这把。慢慢来呀，不着急。他不刷野只抓人，他肯定那个。他很脆的，打野应该在下对面打野，果然在下。直接开机吧，队友为什么绕啊？这波真的我有点没看懂，队友为什么要去绕一下呀？走了走了，千珏出来了。这波上的一瞬间，队友绕了一圈，这波不该绕的呀，这波直接从这个位置我当踢的，他们直接从那边绕，绕我的位置有点脱节了，看不懂啊。你看不懂。谁敢闯入圣地，觊觎神龙之力，看我的狂风扫你出门。神龙的神高于一切。对面也没有想着偷大龙吗？这条争取在这条龙魂之前别让卡零到十六级，他不到十六级的话好打一点。没伤害呀、啊。他这个是主动效果吗？
们现在打龙打的有点快啊，他们。吃完饭脑子有点晕，现在与我为敌就将倒在雷霆铁拳之上。神龙狂星在上，发育吧，他们卡林等级挺低的，23分钟12级，这个等级很低。大龙吐他一下，风暴前的宁静。我被选中是为了执行正义。打个视野，神龙看到我内心的感觉有点缺伤害啊，我们这边。我得看千珏。我靠，这打野他还敢 Q 呢一下。怎么对面看着好肉啊？哇，这没打过。这不第一时间没人跟伤害啊。这波踢得很好，但是没有人跟啊，随时都 Q 空了。
不然这不把千珏秒了就好了。那波打完他直接十五级了，这很难玩了呀。还抓单啊，慢慢来，他们现在就一个千珏，卡丁快十六了，但是他等级没那么离谱。血鬼四千点血，290法强，没法强啊。下吧，点了吧，太给机会了这把队友。下吧下吧下吧，太给机会了。